牛魔头，秦千贤来了，你赶紧进去把他赶走。他那双眼睛似乎能洞察我内心所有的小九九，我看着就心慌。你等等，我大伯父来了。哎，赶紧的，赶紧把这尊佛给我送走。我大伯父哪有这么可怕呀？哎呀，赶紧的去啊！李门主，你大伯说要带你离开陈继山。啊！我不走。芷烟，我不走，我要在这练功法。你们既然没人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就自己报仇。不信我就算了。我并没有不信你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帮我爹报仇？此事还需你不帮我爹报仇，就是不相信我。我就在万路门待着，我觉得这儿哪儿都好。好，你若不愿走，我便也不强求。厉门主，小侄在万路门，便有劳照顾了。不劳费心。走吗？啊，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，您待着。今天去赌场了？去了。赌场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是，我再也不敢去了。借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去了。他怎么也在？喂，起身了。哎呦，我的腰！哎呦，厉晨岚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和大伯父在那儿，好吓人！厉晨岚真的好可怕呀！明明是你大伯父比较可怕吧？明明厉晨岚比较可怕呀！随便你觉得谁可怕，总是没让他们看出破绽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哎。